师再鼓励一下。好，各位师大家早哈。那今天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各位介绍关这篇关于 TAD TED 的文章。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花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个小故事。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在2008这一年，国际上其实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那其实最让苹果电脑的使用者印象最深刻的呢，应该是在1月份 San Francisco 所举办的这一场 Macworld Keynote Address。 这场演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这场演讲里面呢， Steve Jobs 他以一句特殊的 slogan 来贯穿整场演讲的中心主轴，就是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air 这句话。从会场场外的布置到一开场的开头，还有整个演讲的内容，都是用这一句特殊的 slogan 让大家非常的好奇。那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air 到底有什么，空气里有什么让我们值得去留意的地方，让我们非常的想要知道。那其实这个重点呢，就在于 air 这个字，因为它用 air 这个概念呢，引导出了 MacBook Air 这款划时代的超轻薄型的笔电。那它不只是强调它的体积小、重量轻，它更强调的是它可以利用 WiFi 的无线传输的方式跟周边的设备做一些连接。那有用过应该都知道，像是 Time Capsule 可以做无线备份，还有印表机的无线列印，还有像是一些无线网络区域之内，如果有一些电脑的磁碟机，它可以做无线的分享使用。所以让我想到，像其实在今天来讲呢，我们矫正界呢有一个新的东西的出现，就好像 MacBook Air 出现，让电脑业有一个重大的变革，那就是 TAD 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的出现，让我们矫正界从传统做法在 treatment planning 的规划上，还有到后来矫正治疗的极限，都往前迈进了更大的一步。所谓的 TAD 呢，就是 temperature anchored device， 也就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题。Temperature anchored device a status report。那了解到这边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重点。首先，让我来介绍这个文章它的一个背景。它其实它是一个，在2004年的时候呢 ，Orlando 所举办的一场 AO 的 meeting 的会前会。那这个会前会呢，实际上由 3M Unitel 公司来举办的，特别针对 temperature anchored device 来做一些技术性的一些探讨。那参加的医师有蛮多的，其中呢，前面这八位呢是有报告的医师。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应该是像 Dr. Kuhn 还有 Dr. Milson。那另外呢，参与的医师有这些。那其中让我比较注意的是，下面有一位很漂亮的美女哈。那这两位他们这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开业的一对矫正医师的夫妻。那另外上面有一个很帅的，这个有点像意大利男人那种魅力的感觉。那但是他是一个美国的医师。与会的医师有这20位，那其中呢，这篇文章呢是由下面这两位 Dr. Ma 以及 Dr. Bergstrand 把这个会议做一些重点归纳整理，把这次在这个次会议上大家讨论有争论的地方或是有一致意见的地方，把它做结论下来，而发表在 JCO 2005年的杂志上面。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 Temperature Anchored Device 到底有 TAD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注意去了解的地方。那在发展方面呢，在矫正应用 anchorage 来讲呢，最早期使用 skeletal anchorage 可能是用有 osteointegration 效果的 dental implant， 好，例如说像是 palatal implant， 或是说把比较短的 dental implant 放在 upper palatal side 作为 anchorage。 那我们现在其实比较不希望我们的 school 有 osteointegration， 而只要靠一个 mechanical 的 retention 就好了。例如说像在有 bone fracture 固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mini plate。那因为这个体积太大，还需要做 flap surgery， 所以目前更流行的其实是这一只小小、轻薄、短小的 bone screw。那从发展上面来讲呢，有像韩国的 Dr. Park 的 MIA system， 那这个是属于 titanium 的材质；还有曾明贵医师所发展的 A1 system， 那这个是属于 stainless steel 的材质。那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那另外像是林正医师的 Loma system， 好，这个也是属于属于 titanium 的材质。那目前呢，我们江医师呢，他也有发展自己的一套 Osso Bone Screw System， 所以让我们在各位矫正医师在做治疗方面呢，有更好的选择可以来使用。接下来就是关于这根小小的 Bone Screw 呢，我们要
探讨的第一项议题呢，就是它的 indication 的部分。那在 indication 来讲呢，它其实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类，就是 skeletal 跟 dental discrepancy。那在 skeletal 方面呢，可以用 bone squish 帮忙的地方，像是说有 anterior posterior discrepancy， 比如说 skeletal class 2或者是 skeletal class 3，我们利用 bone squish 帮忙，可能达到类似有手术的效果。再来是有 vertical discrepancy 的，譬如说有 skeletal open bite， 我们可以利用后牙做 molar 的引出的动作，是 mandible 可以 auto rotation 上来，而达到有类似 OGS 的 chin advance 的效果。不管是前后向或垂直向呢，其实你会觉得他最担心的应该是 stability 的方面，特别是一个 long term stability， 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所谓长达二三十年的 follow up 的报告，所以学者们他们对于使用 bone screw 来改善 skeletal discrepancy 它的稳定性呢，它是存疑的。接下来是 dental discrepancy 的部分，在牙齿的移动来讲呢，其实大家最 routine 会遇到就是前后向的移动，比如说像 bimuscular protrusion， 刚刚张医师上一堂课讲的，我们利用 screw 的帮忙做大量的 anterior retraction， 还有像做单颗或多颗牙齿的 intrusion 以及 extrusion。那其实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想做牙齿的 extrusion 需要用到 screw 帮忙的机会，可能相对性是稍微少一些。至于说像 molar uprighting， 在早期没有 screw 帮忙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弯很复杂的 wire mechanism， 例如说像 Nelson 有一些特别的用垂直管做 uprighting spring 等等，我们才能避免牙齿做避免其他牙齿产生副作用，而顺利的把 molar upright 起来，而不会有 extrusion 的 side effect 产生。现在我们只要靠 bone screw 搭配简单的 wire leveling， 就能够轻易的将 molar upright， 而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发生。至于说在 indication 方面有一个特殊的议题，比较年轻还有成长潜力的小朋友是不是可以用 bone screw 的帮忙，那其实并不完全是 contraindication， 我们只要慎选我们的 case， 还有慎选植入的部位，那 oral hygiene care 好，其实小朋友或是青少年也是可以用 bone screw 去帮忙的。接下来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关于 screw 的 design 的部分。那在 design 来讲呢，这篇文章它分成 head、diameter 和 length 三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 head 的部分，那 head 的设计呢，根据不同的厂商，还有做出像是有一个勾勾的，或是有放油孔的，或是有香菇头，甚至是放一个类似 bracket 的那个构造呢，在齿骨表面。那我们可以放 wire 或是放一些 accessory 的东西，去帮助矫正的施力的进行。接下来是 diameter 的部分。通常厂商所设计的 diameter 直径大部分最小是 1.2， 那最初可能是到2个 millimeter 左右。那这个数值来讲呢，它所指的呢，并不是说整个直径，而是说不含螺纹、只含扣的部分是这个范围。那至于 diameter 有没有大小的限制呢？其实学者是建议呢，最好不要比 1.2mm 还要更细，因为这样可能会有断裂的危险。看完了 diameter 的部分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长度。在长度的测量呢，通常厂商是做6到 12mm 为主。那这个6到 12mm 它是不含 head， 是从 head 以下来计算的。其中6到 12mm 的这个比较上面一段呢，平滑的部分，好，这段部分是跟 tissue 跟 soft tissue 接触的部位，所以是有一个平滑的表面。那这个表面它建议是至少要2mm 的高度。这个区域的名字叫做 collar， 那有螺纹的部分叫做 thread。 不管是Collar 或是 Threads 呢，都应该要有一个 polish 并且 smooth 的表面，特别是在 Collar。 那 Collar 因为它是从菌群法跟 mucosa 交界处冒出口腔，所以我们要能够尽量避免 soft tissue 的刺激，能够刷得干净，这样才能够防止 inflammation 的发生。而在 Threads 的部分呢，我们需要有 polish 跟 smooth 的表面，其实主要就是要防止它有 osteointegration 的产生，因为如果产生了 osteointegration，当我们要把骨钉拿下来的时候，很可能需要像是dental implant 要取下来，要挖很多的缝才有办法把 screw 拿掉，那这样子就太麻烦了。接下来是第三个议题，就是关于那个 surgical 的 preparation 的部分。那在手术的准备来讲呢，第一个要了解的是，通常我们在 bone screw 在植入的时候，我们的麻醉药通常是从buccal side做局部的麻醉。那至于说像舌侧需不需要打麻醉药呢？譬如说 IDC 跟 LOAD 的 buccal shunt， 那根据经验其实是不用的。
因为我们 Bone School 如果真的深入，假如说靠近经过塞的时候，经过塞医院并没有上表面的麻药，所以 patient 会有所感觉，而可以警告医师的手要停下来。接下来在移出 Bone School 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打麻药呢？那根据学者的建议呢，其实大部分的 case 呢，大概 90% 左右的情形是可以不用上麻药的。但是那剩下的 10%， 就是譬如说病人比较 nervous 或是很怕痛的，还有呢，假设 bone scoop 是包在 soft tissue 里面，你想要拿出来，那当然要先上麻药才能够切开表面的 mucosa。还有像是假如 bone scoop failure， 表面 inflammation 很厉害，我们要把食物拿掉的时候，可能会牵扯到它的 mucosa 或是 frenum。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还是要上一点麻药，毕竟一管麻药也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个钱是比较省的。那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状况最容易造成 school 会有 failure 的情形？那根据统计呢？那大家先想一下好了，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 prevent 吗？那当然不是，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有 inflammation 的发生，所以我们在 school 植入的时候，我们都要尽量的避免 inflammation 的产生。那在整个口腔里面最适合的部位，如果以 IDC 来讲，我们要打的位置呢？好，要所说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当然想都不用想，一定是表面要清洁干净，消毒清洁干净。那再来呢，我们要选择的部位要尽量的避免会动的组织，因为如果是在 mobile 的 tissue 上面 ，patient 要刷牙的时候一刷到 mucosa 可能就会疼痛，变成不容易刷干净，所以 school 就有 inflammation 的危险。所以最好的位置呢，其实是选择要在 attach 菌群法的部分。那至于 attach 菌群法上面，这个范围基本上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打的稍微高一点，要做引出去，可以建议放在 NGJ mucosal gingival junction 的地方。但这个部位有一个好处，它容易清洁，那 tissue 的 adaptation 也比较好，所以比较能够减少 inflammation 的发生。接下来第四个议题呢，就是关于 placement 的部分。那骨钉的植入方式呢，依照所使用的方式有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我们需要靠一个 low speed 装上 pilot drill 先预先钻孔才使用，那这是属于 pilot drill。 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准备器械上其实还要助手帮你做 cooling 的动作。现在我们有类似像或者是 also bone screw， 我们可以直工式的，只需要简单的一支 screwdriver， 甚至不用助手，好就可以一个人完成在局部下直接的锁入，可能花个一两分钟。那如果是张医师的话，可能不用30秒就可以把 screw 很轻松的放上去，所以这是 self tapping 的一个好处。那至于说像 IDC 的部分呢，在各位如果说一开始没有经验的话呢，可以参考这个图形。我们首先呢，先将 bone screw 的方向跟 bone surface 呈现垂直的角度。那接下来呢，当有咬住的感觉之后，慢慢的往上旋，与咬合面呈55-70度的这个方位进去。这个方位来讲呢，既不会伤到牙根，而且在 IDC 的这个切面来讲，可以咬到的 bone 是最多的，所以建议就是慢慢转到跟咬合面55-70度左右，这样的位置是最好的。接下来第五个议题呢，就是关于它的 force 的 application 的部分。我们在施力来讲呢，大家最关心的，而且争议最大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力量放上去。那根据这一场会议呢，与会的学者认为，他建议不管是大家如果要做 immediate loading， 或是说都植入之后呢，隔6个礼拜再做 loading， 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最不好的就是让病人回家休息2个礼拜再来 loading， 他觉得这样是最糟糕的一个 timing。 那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 school 种下去呢，当场的 initial stability 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当时有发现有任何一点摇晃，你也不要期待他2个礼拜或者是6个礼拜后，它会慢慢稳定下来，因为它只会逐渐的松掉而已。所以一开始 initial stability 就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力量该怎么样去施予？那尽量避免 screw 呢被 direct occlusal force contact 到。譬如说要引出牙齿的部位呢，如果 screw 位置比较高，可能会被对咬牙 elongation 牙齿撞击到，那这样 screw 当然就会松掉。还有呢，尽量避免 shear force 的施予。另外呢，使用的材质呢，可能是用 nitrile coil spring， 因为它的力量比较恒定，而且比较轻。那这样 coil spring 的
用法代替像是 Elastic 或 PowerShell 可能会更好一点。至于说我们使用 Spool 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 Mechanical 要怎么去 design。 好，就是像假设要把上颚前牙做一个后退的动作呢，刚刚上一堂课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如果在上颚后牙 IDC 的部分以 Mid Spool 做 Anchorage 来往后拉，其实在前牙来讲呢，会产生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 Drawbridge 的 effect， 使得前牙变成败的会加深。那如果要防止呢，除了说在前牙的矫正器选择 high talk， 或者是说我们外耳可以用 pre talk 的 night time， 或者是放一些 anterior talk spring， 这些装置都可以。但我们也可以打十步买一送一，就是上颚前牙再装一支，例如说像 ANS 的部位，我们再放一支 school 用弹簧或是 elastic 把它往上吊，那就可以产生一个相反方向的 moment， 而抵消到这样子 bite 加深的一个副作用。只是说打 ANS 病人可能稍微比较不舒服，因为那个地方要稍微把牙龈切开，让 school 被包起来，这样比较不会有日后的 irritation 产生。接下来第六个议题的部分呢，就是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就是有没有 failure 和 complication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好，首先是 success rate 的部分呢，这篇文章的它的整理归纳的结果是成功率是上颚大于下颚，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下颚 partnership 好像比较不容易松，因为毕竟那边的 bone quality 是 D1 是比较硬的。再来是成年人的成功率是大于小孩子的，想可能是因为成年人的骨头也许比较硬，那他的 oral hygiene care 可以做得比较好，不用父母亲的督促，可以自己清干净，所以自然能够减少 inflammation 的发生。那其实最主要在 school 植入跟取出的过程中呢，最大的complication 呢，其实就是 school 断裂的情形发生，这是大家最不愿意遇到的。那在早期的 school 的设计，它可能是用 titanium 或是 titanium alloy 的材质，所以比较容易有断的危险。那我们现在是用 stainless steel 的 school， 在植入的时候只要不要有太大 poke， 要断的机会应该不高。但是而且要注意说手术过程中呢，不要晃动太厉害，避免它的 apex 有 breakdown 的危险。另外呢，在第二个比较大的 complication 就是有没有可能伤到牙根，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可以避免的。像是刚刚在 IDC 的部分，我们只要抓住那个角度，它距离牙根应该还有蛮远的距离。那第二个呢，我个人的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像我们在打 IDC 或者是说打 buccal shift， 好，那或者是说下颚的 interdental 都可以，我们的麻药是直接在 periosteum 做表面的麻醉，我们并不会为了打该部位的骨钉而在那个地方打 block 或是 infiltration 的麻醉药。因此 patient 他只是表面感觉被麻醉掉，可是他牙根的 PDL 还是会酸的，我们只要骨钉一旦靠近 PDL， 病人就会有酸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或许要转个方向或是应该要换个位置，所以要伤到牙根其实是不太容易的。那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呢，有一位帅哥医师 Dr. John Graham， 他提出了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矫正医师，也是牙医师的一种，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害怕去帮病人种 mini spool， 也不要认为说打 spool 是一种血淋淋的事情，它应该是属于 oral surgery 或是 periodontist 才能做的事情，我们矫正医师也要自己去做。所以他建议呢，每位矫正医师最好都要自己去放那根 implant， 要 ourself 要自己去放，所以他就很相当惊悚的拍了一段影片，就是他对着镜头呢，把上一个 rubber band， 然后在镜头前面呢，帮自己的一跟二的 interdental 装了一支 screw， 证明说打 screw 其实是非常轻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要来试试看。那当然，我个人是不敢在自己的嘴巴里面种 screw， 要也是找自己打在自己老公身上之类的，好，不要在自己身上试。然后他打完之后呢，看还把 screw 架放在上面，然后一副很拽的样子。这个影片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去 download， 那这位医师的官网他有他放这段影片。那今天大家很轻松的看完今天 TAD 的介绍，那希望大家能够对 TAD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精彩，当我在转换换灯片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